張麗榮議員。唔該主席。主席，即係今日起身問特首問題咧，我就排咗兩年嘅啦。咁啊，今日咧就即係平時你又叻，不過今日咧睇嚟你都中咗人哋陷阱嘅，因為咧今日啱啱好咧就排到咧，就所有嘅建制派絕大多數嘅建制派今日發問。總共大概有16條問題裏面呢，14條問題呢都係由建制派嘅。議員，好多議員仲等緊提問，請你盡。我唔會跟進問題，所以呢你俾我講埋佢。請你提出你嘅問題。咁所以因此呢就係、是即係嗱，你睇反對派呢就借啲議員出晒去，因為佢自知道冇得問㗎嘛。OK， 好啦，嗱，我其實即係我想即係問下特首呢，就係、是、一個好重要嘅問題。OK，我哋知道國務院咧就早前咧就係、是、發表咗一份白皮書嘅，咁咧就而咧有部分香港嘅人士咧就話裏邊有關啊中央對香港有全面嘅管治權，呢一個咧係違反咗基本法同埋一國呢、這個中英聯合聲明。咁但係呢你睇返好多评论，究竟违反呢个基本法同中英联合声明嘅边一条呢，又唔觉得有人指出边一条啊，总唔知话违反就违反。所以我而家希望特首你话俾全香港市民听，究竟白皮书里面边一条係违反咗呢一个基本法同中英联合声明，或者有所抵触嘅呢？唔该。行政長官，主席，我不應該代其他人一啲認為基本法違反中英聯合聲明或者白皮書違反基本法嘅人士去講邊一條有違反。我可以講嘅係乜嘢呢？就係、是、一喺外邊就基本法嘅規定也好，演繹也好，或者咧呢、這個白皮書嘅內容也好。確實係有唔少人咧，佢係唔係好清楚我哋整個憲制基礎嘅具體內容同埋個來龍去脈嘅。咁所以我一路都講係真係虛心咁講，因為大家好關心呢啲事，政制發展啊、中央同特區嘅關係啊、中央同埋特區嗰個權力嘅分配啊等等，呢啲都係非常非常重要嘅事。而一國兩制咧，我喺主體發言都講係史無前例嘅。咁因此咧，你唔係話讀一般嘅法律，喺學校有一般嘅教育水平就可以完全理解。咁所以咧，特區政府確實一個責任咧，係不斷去做好解釋說明工作。我舉一個例子，剛才張麗雲議員提到嘅就係、是、中央同埋特區之間嗰、那個、那個權力嘅問題，嗰、那個所謂全面管治權嘅問題。喺白皮書裏面咧，有一句說話就係話。高度自治權的限度呢在於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特別行政區就享有多少權力，不存在剩餘權力、用引號引住的不存在剩餘權力。白皮書出來有報章就一點重點報導之後呢就有朋友亦都是社會上一些有影響力的一些政界人士，他就做一個演繹，他就說呢現在連香港剩下的少少權力都沒有了，因為你說沒有剩餘權力。我作為曾經參與過基本法起草同埋諮詢工作嘅一個香港人咧，可以喺度向大家報告一下，作為一個例子嚇，説明乜嘢咧？説明我哋要正確去理解白皮書、基本法、聯合聲明嘅內容咧，我哋係確實係要對個背景嚇有一定嘅認識嘅。剩餘權力呢個問題呢，我哋喺1986年左右剛剛開始做基本法起草工作，而家眨眼就28年前啦嘅時候呢，已經有一部分朋友提出嚟，就話中央與特區之間嘅關係呢係唔係一個剩餘權力嘅關係。當時好快呢，呢件事就已經過咗去，因為嗰個道理亦都相當簡單。香港回歸祖國是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是中英談判解決了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中國收回香港，然後在香港成立了特別行政區，
就通過基本法向呢個特別行政區授予權力，使得我哋有高度自治，而授俾我哋權力咧係高過，唔係淨係上海、天津、北京呢啲城市，亦都高過東京、大阪、倫敦、紐約啊呢啲城市。我哋作為一個城市嘅政府，我哋有嘅權力咧係大過國內外其他城市嘅政府嘅。呢個咧係因為中央授權。而香港回歸祖國呢個過程咧，唔係好似有啲聯邦制嘅國家，就係嗰啲邦走埋一齊成立一個聯邦，成立一個國家，佢作為國家一部分，佢向個聯邦政府授權。剩翻落嚟，佢冇向聯邦政府授權嘅咧，就係佢自己嘅剩餘權力。香港咧冇剩餘權力，因為咧我哋並唔係香港同中國大陸同埋台灣走埋一齊成立一個中國，我哋向中央授權剩翻落嚟嗰啲係我哋嘅，唔係我哋回歸祖國個過程同埋我哋得到權力過程咧，係另外一種，就係中央向我哋授權嗰啲權力本來就唔係香港嘅咁。咁所以類似咁樣嘅問題咧，係好值得同埋好有必要喺社會上咧不斷做好呢個說明同埋解釋。而往往咧有唔少朋友去過唔少場合，包括一啲青少年朋友同我嘅聚會，我哋問佢哋，佢哋對白皮書有意見啊，對中央最近一啲講法有意見。但係你一問佢，你自己有冇睇過白皮書？你就揭下啦，從第一頁揭到最後一頁。你有冇揭過基本法？從第一頁揭到最後一頁，唔需要詳細睇，絕大多數人係冇。正如我剛才都講過，昨晚係咪有條消息出嚟？真普聯委託香港大學一個民意調查機構做一個民意調查，發覺咧有大比例，大概七成半嘅人咧，其實都唔知嗰三個方案。真普聯、學民思潮同埋呢個人力嘅方案係咩方案等等。咁所以我睇喺大家衝出嚟，然後離場之前咧，我覺得或者可以利用離場嘅時間咧，可以揸住呢啲咁重要嘅一啲憲政同埋政治文件咧，大家可以咧稍為熟讀一下。蔣麗芸議員，阿母，如果政改方案唔過，我覺得你剩翻個兩年到2017咧，係更加難處理。你會唔會考慮辭職，俾另外一會做行政長官啊？令我哋嗰兩年啊，唔好再消磨咗落去。我責任心太重啦，主席。你可唔可以即系唔可以考慮一下即系食晏啊？既然係非常時期咧，正話有議員講，議員亦都應該試一下非常時期嘅習慣。